员要来面代表着咱这个。代表吼，就是咱这个顶头角，咱顶头角是咱积极处啊，亲手正可来担任着咱大天队的新招的这个事情的任务，而且要来甲咱顶头角各位啊，侪侪交班人员讲一声恭喜咯。咱今仔日啊，伫咱这个积极用时。啊！咱东港在举行三年一考庙王姚庆平安祭典，希望着咱顶头角来担任着咱大天队的这个执行的任务。咱顶头角的领队，咱的技术人员各位交班先生，今仔日予咱大家非常辛苦了。那么要来甲咱谢谢各位先生代表做一个共同的这个呼吁。麻烦咱伫海边啊、平野的吼，大家唔好热心装水啊，请咱这个安全岛、安全人员的这个指挥啊，千万唔通在装水。咱身躯边那是有贵重的物件啊，咱是金钱也好，啊手机啊也好啊，咱总得爱小心来提防。咱现场啊有真多便衣的治安单位，来伫咱这个现场来伫咧帮忙，咱来维持秩序。感谢各位的合作，谢谢多啦。
岁数人手足管一九日举行咱东港沙尼一科的这个庙，看会出地方的团结心，地方人可能必定来完成。而咱这一次的这个疫情，也希望着咱各全民大家的合作，才会当这么那顺利来过关，也就希望着咱的前辈啊。在无形中正力甲咱帮忙，予咱会当。咱东港庙是一个指标，延续传承地方传统文化，不但受到咱政府的肯定，但东港镇七角头全民前进的雄志，财团法人东港共荣宫李建辉颁发为国家指定无形文化资产。感谢咱地地各位前进大家，会当莅临来参与伫咱这个盛会，也会使讲咱地主爷的神威显现。精通公台，以咱的金杯，甲咱名字，甲咱名，甲咱指点，会当如时代进行。也会使讲，咱百年来，咱逐逐逐逐必来完成，啊，金银重重必来完成。了咱这届委员会，咱的党，咱的主席委员，咱的潘建柱，向大家四十万分的谢意。今朝咱真感谢，谢谢所咱有恁的参与，了，予咱每科的这个校校长平安健健，更加无限的这个光彩大前途。今朝咱真感谢，谢谢。准备要来请王莲，啊，以及咱这个华甲，咱的副总理陈振峰，啊，咱的陈振峰副总理，麻烦你来听着播音，请你静静到咱的大桥边啊，咱准备要来请王莲，感谢你啊。咱顶头家吼，准备三支牛弹。咱要来请正令以及副令。
中介副总理吴建威副总理，麻烦你若听到播音，请你赶紧去到大桥遐，啊，咱要来请命。感谢你合作，谢谢。咱水总理，咱的张宏都水总理啊，请咱大天水的副联，咱镜头甲由咱外总理林顺良，请咱副联啊，要请咱这个请宏来。麻烦咱这一边都要跑起来，但咱副天水的这个指标，那么由咱的副总理张振峰啊，要来重听咱这个红绿，那么无直接咱这个正中街由咱吴建辉啊，咱的副总理啊，要中车咱五千块的这个红利。那么咱接头干吼，咱的每一个副总理要来中车咱的红利，毕竟副总理的这个首领。人讲做官不离人，做生意不离钱。那么现在啊，咱这个大总理，咱的顶头家吼啊，要来强请到咱柯尼的这个王爷，又搁有咱这个三牌剑灵，会当征战旅游。由咱这个下副总理要来恭请咱文武千岁的这个王爷，由咱这个请水台，来麻烦这里。